沿着熊岛继续向右边观看，可以看到两个岛，那是松岛湾内名胜之一双子岛。形状有些圆的岛，因为和乌龟类似，叫龟岛。另一个细长的岛，因为和鲸鱼类似，叫金岛。从乌龟和鲸鱼一起排列的形状看，称它们是双子岛。接下来，请看靠近左手边的岛是金枝岛。过去，瑞岩寺的宗派从天台宗变成灵济宗的时候，传说天台宗的经文在这个岛上被烧毁，所以取了经文的经字命名为金枝岛。顺着船的前进方向向右手边观看，在右手边可以看到大小三个岛，朝右侧的半圆的岛是布袋岛，布袋岛的左边带有棱角的大岛是大黑岛。布袋岛和大黑岛的中间后方可以看到一个小岛，那是惠比寿岛。左边前方较远的地方可以看到细长的而且很大的岛，那是碧沙门岛。过去在这一带听说捉了很多的黑雕，雕有福气喜气的说法，所以用七个福神的名字来命名的岛很多，比如惠比寿岛、布袋岛、大黑岛、碧沙门岛等等。船的前进方向可以看到左手前方半圆的排列在一起的两个岛，它们是伊势岛、小平岛。朝左侧的岛是伊势岛，朝右侧的岛是小平岛。
过去，在玉莲寺坐禅修行的一个叫青海的和尚，乘着小船来到岛上寻访的时候，恰巧看到两只鸟飞过，即兴作诗一首，后来就用诗中的语句把这两个岛命名成仪式岛、小厅岛。传说这两个岛在香岛湾内是最体现女性温柔的岛。请顺着船的前进方向向右手边观看，右手边的一个松树非常繁茂的小岛是灰帽岛。根据观看的角度，过去武士作战的时候头上戴盔帽，这个小岛的样子很像武士的盔帽，所以命名为灰帽岛。接下来可以看到靠近右手边的没有松树的罗岛，并且两个重叠在一起，那是马的安驾岛和化妆岛。接着还可以看到右手边松树繁茂的一个大岛，那是在城岛。过去传说仙台的藩主伊达正宗在这个岛上开了赏月宴会，那个时候开玩笑说，从这个岛上看视野宽广，即使敌人来侵犯也不用担心。于是部下的人就说，如果在这个岛上建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从而命名为在城岛。沿着在城岛可以看到右手边的似乎快要塌陷的小岛，因为有些类似盔甲，所以命名为盔甲岛。请顺着船的前进方向向右手边远方观看，右手边远方一带叫千鹤之谷，附近有都岛、十二飞岛、龟岛、一匹岛，还有很多有趣的右手方向的远处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物，那是盐釜岛的全景。和松岛一样，盐釜也一直被人们在施工所歌颂。